文化姐姐，你看一下你身后，看一下，江南一镇，看到没有？江南一镇，元宝华体，元宝华是谁啊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那个江南一镇上面有个亭子，看到没有？我爬那个。你想不想去那个亭子里面玩呀？想去啊。走，走 走, 走，我带你去。江南一镇。对，就是这里一个楼梯，从这里爬上去啊，这里很高的。要小心一点哦。啊？没有事啊。没事。它这个两边没有那个扶梯的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这里有啊，这里有。而且越在上面它就越窄的，发现没有？是不是越来越窄了？是啊。啊。而且还有地雷的，小心哦，有地雷啊，地雷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越在上面感觉越害怕呀？是啊，啊，小心一点。哇，这个两边，它这个扶梯也都没有啊，我感觉这里随时都要塌掉的样子啊，有一种摇摇，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。是吧？感觉摇摇欲坠啊，是吧？没有楼梯了，我靠！没有扶梯了，我都不敢走了。儿子，等我。何姐姐，等等我。我有点害怕了。这个鬼地方。啊！越到上面其实越害怕了，我跟你说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好了，上来了，终于上来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，看一下这个下面，怎么这么脏啊？看这个栏杆都没有了，哎呀，啊，非常的危险的。看那边空空的，是吧？反正我第一次来，我非常害怕的。不是这个亭子怎么这么脏嘞？就是不要看左，不要看两边。现在我们走上去，不要看两边，不要看。不要看两边都地雷啊，太恶心了。脏了。这里是别人把这都那个厕所的。终于来到了这个亭子里面了啊，这个就是刚才看到那个亭子。何姐姐，刚刚你爬那个楼梯是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？嗯。反正有点害怕，还能感觉那个楼梯太旧了，太老了的那种感觉。嗯。好像还多年代了啊。